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，这是我们的公益车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台。我为什么要遮住车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眼尖的网友，好不好看到这车牌，你踩了，这车好像出现过。哦，对，真的有出现过。这一个原车主就是买这台公益车主，然后回去就是练车而已，有去 A 档，他两个礼拜说他没有 A 档，他说我想考期了，大概再撑三四个月他都没聊，真的是考期了。练好之后他又去换车啊，把这台车又捐给我们。他用捐的啊？哇，对啊，他又花了很多钱，第一考期屋子好黑的，咸福试车品，他跟我在那边研究，对吧？他这样切过来这边黑色的，他还换了铝圈。全新的铝圈，全新的胎都是他自己换的，四十几周啊，所以大概二三了，去年换的、啊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上次补的洞在哪里？这个，前面，这里，我看到痕迹耶。这里你看，擦伤了。嗯，好，这应该点位贴好，不是添加，可是已经算你，很漂亮的。这边有一个、啊，我还想说猜猜是不是你耶？不是，哦，不是啊，不是这边一点点、啊，然后这可能就顶一下了。车上已经有两罐漆，一罐黑的。有，我有看到。这个什么鬼？应该也是靠到的。今天擦一擦就擦得掉了。轮胎四个都新的，四个铝片都新的。现在有一个小小问题，电动窗，它就是这样，哇！哦，是这样，应该是脚断了吧？这个要修了，都不会动。这个掉了，这个到时候可能要想办法固定一下。刚忘记讲了，这台是1996年的，不是哦，23万，上次花了好像蛮多钱，就换掉的嘛。哦，这是。引擎的啊，机油，可是是变速箱油。其实这台人本来其实就算不错了，啊，上次我们有花了，啊，他回去没有开的车。他喜欢老车，他又跑去买一台老车。所以要换什么车？水力卡吗？哎，他又跑去换一台水力卡。这个都是水，冷气水啊，很冷啊。这个是喷那个润滑的啦。对，其他后面也都是干的。哇，好干哦。只是灰尘很多。原本是绿色。嗯，水箱换掉了，电池那时候应该也是新的，现在也大概用一年。冷气很冷，昨天我就开了，我昨天就回来我就去一次开了。出风口再把它有些比较松一点把它固定好，不要再把第二分夹开铃铛哦。不是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。哎呦，轮胎有，这个路面就没有，这是胎架哦。对啊，刚换了一个路面没有声音哎。这台不错哎，这是刹车，这，哎呦，其他我觉得还好，这里就没有那个声音，对啊，这里就没有，所以这个真的是胎噪，这么吵的胎噪声，这个冷气可以，冷气算了，因为它内装的声音怎么比外面多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啊，没办法，内装的声音真的比外面多很多。看一下轮胎什么状况，对，这是新的啊，现在看一下胎压是多少，22年，对。正常的胎压，哦，不要，也还好啊，是算正常，而且也没有间隙啊，都没有间隙。它是用橡皮固定的，它是座，然后夹橡皮，然后这个螺丝哦，看有没有松掉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大问题，基本上没有问题，这边稍微有一点油气而已。其实你如果认真看，有没有我跟你讲，你要注意看螺丝来，这边螺丝有有的、啊，这里也有，这边是干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要从这里开始清，清过去。好、哦，这一颗比较紧，有这一颗松的，这一颗更松，有没有？好松哦，一只手而已哦，一只手转而已哦，这边就紧了，有没有？这里就开始没有了，解决，轻锁一次就可以搞定。Go go go！那时候弄很多东西啊，没想到开不到半年吧就换车了。对啊，刚刚说的漆在这里，一黑一白。好，再说一下，老车不是说修理好了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这个是要跟你们说一下。啊，没声音了，试两次。就像你讲的那个轮胎的声音啊，可能隔音比较没那么好，所以听起来比较大声。前内装声音反而比较大。它这个就没有电折了，只有调整了上下左右。1996，请问一下，到现在几年了？28年，20几年了，车子来讲呢，已经算很成熟。这个车哈，说实在的，是用得到。你买回去，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我们遮风避雨啊。对啊，这个再怎样都比摩托车安全。
市区在开，其实蛮赞的。这个它是有装 USB 的 ，USB 在这里，它插着就可以放音乐。它、这边是放在边下，这以前我们改装的是这样。对啊，这台车不错，大家可以把握机会、啊。一直有人说他们都飙不到，就是运气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。这个你猜多少钱？1500。不再猜了，这个成交价应该1000块。不用1000块，应该不用1000块的、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这。好，再来就是等料来，我们就开始动工，后面就是保养跟美容一下就好。美容，对。耶、yeah, ，材料来了，战骨牛排。啊，多少钱？免1000啦。靠，我也差啦，反正这个不到1000呢、啊。来，我们就先装了，不然大家窗户一摇，砰，马上掉下来，万一玻璃破了怎么办？这绑阿哥就碎了。为什么这个绑阿哥碎？你看，这都好的啊。如果万一破了，水过来，就烂掉了。这样就 OK 啊。好，卖起来了。伊就收2颗而已啊，这应该还好吧？这两颗。对啊，2颗而已啊。对啊。它就是这样嘛。这两个就是锁玻璃的。不会锁在这里啊，它是交叉的，它动它就会往这边降啊，这边降这边就往上升。哇靠，它这个不一样吗？它这个是比较不好换的嘞，它不是用锁的嘞，用 Q 电 Q 哎，他怕你没骗呐、啊。哇塞、欸，我之前没有换过头盔啊，真的嘞，都 Q 电 A 嘞，铆钉的、啊，铆钉对不对？你知道铆钉怎么拉的吗？它是这只往一直往内拉，啊，你往内拉的时候，这只会拉，这个铝的就会变宽，后面就变成一个就弯了，那一就卡住了。啊，这一判起的是应该是灯油啊，这灯油啊断掉了，整个都断了，这里链啊拉起来哇，轮子掉了，全轮子掉了。啊，这是铆钉呢，我第一个。有啊，哎，干澳洲车呢，哎，澳洲车才有铆钉的呢，容易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卡挖掉，起来了。断掉啊！Toyota 的咧，看无？完全哇，这用20几年哦、喔。啊，就是这样卡住啊。它拉都开花。开花，这个还在，这个断掉了，所以它就喷掉了。铆钉枪。哎、欸、咻！这种气压的，它这个就是对准了两个洞哇，重叠，它、啊、把它插下去，叫做。电脑了，这样就是过去。哎、啊、呀，我们通常是两片嘛，现在是显示也就一片而已。拿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它后面就这样一坨。啊，这个要够大，如果不够大的话，就是一打就出去了。要改片，往下，啊，片往下，往上，它变往下，对，这个、啊、正负极都要赶快反过来啊，上，没有，下，上，它只有下、哦、下弯大曲而已，上没有。你、欸、那这个
本来是有毛啊，如果毛不见了变成太色，修下，帮它润滑一下，对吧？水也无，水也拢不溜不溜。我们玻璃在上下玻，这个我们叫做米槽嘛。有时候久了它也会有脏污啊，会像它润滑，对吧？它就会比较顺。对吧？这多丝滑都不会坏，这不会坏啊，这不会坏。你看我们电动装只有两格而已嘛，它就比较顺，比较滑啦。哇、哦、吼、哦！好，完成。耶、yeah ！把它转开，就可以拉出来。欸、你看这个小弹簧不见了，有没有？看起来还不错啊，因为它这个哈、哦，它做活动式的，我先试一下，搞不好电就来了。是不是那个接触不好啊？你不理我嘞？亮吗？没亮吗？没有亮，那应该是坏掉了。你要叫一颗时钟来换。是叫一颗吗？你叫一颗多少？再来猜。500。500，那我就350了。OK。马上叫。不会。啊，一个给你。贴在哪里？对啊，贴在下面呢、啊。那增加摩擦力，会不会太长？不会。会不会太宽？不会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行了。最早可以吹到任何的一个角度。下一个，这看起来没怎样啊，为什么它扣不住？这个要够宽了，它是扣这个去卡的，这个要出来一点。你把它拉开一点。对啊，拉开一点啊，来啊！哇，很简单。来，再下一个，剩这个。好，那一个啊，我决定了，我去买一只出三害的表。八嘎八嘎，装回去喽。哎、欸，亮了耶！干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看，我确定好了。我刚念的咒语。你刚念的咒语。巴嘎巴嘎。巴卡巴卡。巴嘎巴嘎。今天要来保养，电池良好。对啊，100%。哦，碎啦，干净的。这没什么在开呢。它吹吹跟新的一样啊，水跟新的一样啊，水还可以透到粉红色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够清楚了吧？嗯，刹车油速定也是好的，我跟你讲，干干净净的。对啊，这个还可以用啊，发动机油还有，都满满的，发动机油一定是黑的，皮带也跟新的一样啊，这台干干净净的，这个是水哦，冷气水，够透明了吧？嗯，哦。干成这样子，我看也不用看了啦。我每一颗都锁紧了，又再锁紧一次，干干净净。重量机一来，在这都干的。嗯。是油，油滴了都是，油往下滴了。哦。油会从这边滴下来，然后往下滴，然后干的，干净的，干净干净。对不对？刚刚好，嗯，这样就够啦。希望每一次都是这种，这一种的多好，多轻松。没有每次都是这样，每次都这种。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耶、yeah, 欸，好了，美容也做好了，基本上我们都有检查过，都没有问题。我们升降机也换了，底盘的检查、欸、都是 OK 的。好啊，这一次就做的比较简单啦。好，再重申一下，外表都烤漆，原本是绿色，它烤白色的，前浮式车顶黑色的，铝圈。加轮胎都是新的。刚阿呆跟我说什么？哦，这台要卖了。我说对啊，要上架了。我叫我妹来飙好了。
假设你泰山你也喜欢，你也可以来下标了。喊多少也是捐出去嘛，对我来讲是一样的，对我们公司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只是说，但是留给需要的人啊，这台车回去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很多年了。还有一个没有想到，格子也新的。好，就是上一个车主他贴微裤的哦。举例啊，假设是我买到这台车，就去开，时间到保养这样而已。重申一下，老车不是说不会坏，一样边开有问题一样再维修就好了，陆续保养啊，就是看到什么换什么，就这样好，就可以延续它的寿命了、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公益车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对啊，耶、yeah, ，拜。啊，今天是来银行啊，为什么没有先拍？因为我们刚差一点来不及，差了15分我要冲进去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，我们就直接就捐款。这个就是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，月初有地震嘛。啊，我们就捐款。总共我们这次是，我记得是77000啊，所以单笔的话就是一个人就汇了25667，所以总金的汇款是77001块。新车主、旧车主还有我们三笔。好，这是我们小小的尽自己的心力啦。希望台湾都是大家都安好的，大家可以乐捐呐，自己的心力啦。好，不是说很多钱，最少一个帮助。欸、很简单的，按泵就可以按的呢。假设100块、1000块都可以，对啊，耶耶耶。